問問只領展啦，823啊，佢話現價可唔可以買咧？上望幾多咧 ？Joey 嚟嘅。O K 嘅，穩定防守性股份，有價值股概念。咁你話香港嗰啲疫情啊，或者講緊業務狀況上面咯，我覺得中性啦。嗯。好就一定不會特別好的啦，咁但係好在就係個股價反映咗大部分嘅情況啦。咁你話隨住疫情之後有機會慢慢嗱一兩個月就好難大改變嘅，咁、但係之後慢慢好轉嘅時候有機會捉底回升。咁所以你講緊呢啲位置，如果你肯做好風險管理啦，領展有幾抵薄嘅，65蚊做止蝕，你咪至多輸2蚊。咁、相反地又唔 expect 佢大上大落。我哋就話啦，喺呢個今年股市上面啦，唔會再有啲好 easy money 啊，好容易咁賺一成啊兩成咁樣，會難咗嘅。但係咧，只要你不貪心，穩穩陣陣買領展，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的。但你就要記住，就是買得領展真的不會有一個很大的潛在回報。譬如你的水平買、真的被你受到65元，但都不會很快突破70元，然後再上75元的阻力那些位置。但你看一成看到75元這些位置，我覺得是有條件的。所以你預做一些中線的部署，暫時以翻65蚊嚟做止蝕，我只能夠話個直播率好吸引咯。嗯，係咯，咁啊，留意住嗰個情況啦。好。